好啦，咁呢條咧就係關於 pattern 嘅題目啦。咁咧佢第一個圖咧咁就有六粒 dot。咁啊 ，for any positive integer n， 即係對於任何正數 n 咧 ，n 加一呢個圖，即係話佢下一個圖咧就係響前一個圖加多四粒。咁就開頭呢度六粒，跟住啦，每次都加四咁上，每次加四咁上。好啦，咁重點就嚟啦。咁而家啦，我有九十粒。咁啊，點樣去揾翻嗰個圖係第幾個圖咧？咁樣樣嗱，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典型嘅一個 arithmetic sequence， 就係開頭有個 first term a 係六啦，而個 common difference 係四。咁所以其實你用翻公式咧，求翻第 n 項就得噶啦。咁就係六乘翻 n 減一，加 n 減一乘四等於九十。a 加 n 減一乘 d 等於個九十，即係第 n 項嘅數值啦。咁你計 n 係廿二，之後去到第二個廿二個 pattern 咧，咁你就會知得到嗰、那個圖咧有九十個 dot 噶啦。